大家好，我是教练伙伴，我叫月亮。那其实我们会做这样一个安排，就是让我第一个上来分享，主要是因为我想很多朋友可能是今天第一次来，然后不晓得这三个关键字要怎么样的用来使用介绍我自己这样子，所以我做一个示范这样子哈。那我们今天其实在大家在网络上报名的时候，有三个关键字是第一个是介绍你自己的第一个关键字，那第二个是就是你。而且你的梦想，对不对？然后最后是你最近使用的这个规划工具。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其实我近期呢，就是在筹办这个我大学的同学会。因为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我也算是一个蛮鸡婆的人，所以我喜欢当班带啊，然后帮大家弄一些活动啊什么的。结果后来在大三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就是算是自内疚啦，因为我当时在当热舞社社长。而且我们班就是想要到大三都会用那个毕业旅行嘛，对不对？那其实毕业旅行那时候就没有机会就帮同学做这样的规划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大家一起毕业旅行，那我觉得有一些遗憾，所以在后来我们现在毕业快四年的这个月，我们就决定要举办一个同学会这样子。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把它当成像就是在举办焦点年会一样，就很严谨的去规划它。我可能从三个月前我就开始规划我什么时候要该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应该要提供给让同学去更新他们的通讯录啊、表单啊，然后表单设计是用一些比较特别的表单这样子，然后包含到后来就是还有一些邀请卡制作啊，然后很多同学就很 surprise， 这样的一个同学会他们觉得很特别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是这样，就是唯有自己认真，大家才会把你当真。因为过去的时候，你们在学校，我们想要举办什么样的活动，那些同学都会就是没有什么意愿参加。那这次我很认真把这件事情弄好，我希望同学也可以很认真的看待我想要举办同学会这件事情，然后一起来参与。那今天是我的两分钟自我介绍，谢谢。谢谢月亮。那其实焦点呢，它一开始发源地是从台北。那就是由月亮跟那个劲风两个人一起筹办出来的，然后后来陆续从北到南，然后一直到高雄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好，那我们接下来换第二位文斌，有在场吗？哦，没有，可能在路上。好，没关系，那我们先跳过。好，下一位怎样？跳的太多。好，我们下一位是我们的志工 Eric， 大家掌声欢迎他。Hello， 我叫 Eric Chen 张，就是大家都说，就你也想跟 Eric Chen， 可是其实我姓张，就是我的护照上真的是这样子拼的。好，我第一个是音乐学院，其实我知道这有点敏感，可是就是我要讲的是，我发现就因为我很爱音乐，然后我交的朋友大部分都是这领域的，然后我的朋友圈，我最近的脸书这阵子脸书疯狂被学院洗版，然后因为他们都是玩音乐的，就是他们都兴趣比较接近这样。反正我在想说，我就是蛮重视这一块，然后就是如果有喜欢音乐，可以跟我聊天。然后再来第二个是那个什么梦想，然后 Ted Mosby 是那个 How I Met Your Mother， 就是一个影集已经结束了，里面的那个人物。然后我可能就是情感太投入，所以我觉得我也希望能够像他一样，能够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我觉得看起来就是友情、友谊都很连结的一个人生，然后我也想像他一样找到 true love。再来是那个什么，如何做计划？那就是其实笔记本，我会习惯写下来，用手写字。然后再来就是 Evernote 也会用打的，然后其实我比较常带电脑在做计划，大概就这样子，谢谢大家。那 Eric 其他个人对音乐真是非常的热爱，如果你对像甜美号啊这样的类型的音乐有兴趣的话，都欢迎可以找 Eric 这边做讨论。好，下一位是慈萱，掌声欢迎他。在高二升高三的暑假，就是到东欧，就是罗马尼亚跟匈牙利去。
开创，就是他的事业这样。然后就是那个其实是全校那时候只有两个名额，然后我那时候我就一直很想试，然后所以我就是说服我爸妈，因为他的过程是需要自己转机到罗马尼亚去的。那被压着打梦想，其实是因为我们家是就是有自己从事五金方面的出口，然后可是就是本来是本来是我爸爸跟就是我大伯一起，然后可是后来就是我大伯就自己跳出去做，然后就是他就一直就是不断的攻击，就攻击我们原本的公司，然后因为我是就是我的梦想是希望可以把台湾的就是台湾的就是五金这些零件可以变成比较就是可以让它就感觉好像是Intel 那种，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零件，可是你会觉得用它好像就比较高级的感觉，可是就是其实你想要完成这件事情中间可能还隔着就是我大伯这样。然后我平常用的计划本就是收计划本，就是我，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按照就是每一个时间，然后去做自己的事情。就是你告诉我说，哦，八点到十点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十点到十二点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可是我就会，因为我的计划好像从来没有完成过，所以就是我后来就习惯，就是定，这一个礼拜要做什么，然后把每一个礼拜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就一定会完成它，这样，大概是这样，谢谢。谢谢慈轩，那再来看下一位 Leo， 好，掌声欢迎 Leo。 大家好，我名字叫 Leo， 然后因为在填写的时候上面写说叫我自我介绍的第一句话，我只写了一个 Hi， 很正常啊，不是吗？自我介绍的第一句话 Hi， 对。然后第二个关于我梦想的话叫 Don't Judge， 它其实在我等一下会做分享的东西，但所以我这边简单的说一下，东架局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黑色幽默的东西。但是关于它的一个细节部分的话，我等一下会有在十分钟的时间，我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另外，我拿来规划的话，其实主要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纸跟笔而已，我不会用太多东西来去做这个规划。当然会把它写下来，但是我最主要还是用纸跟笔来做一个规划，因为我不喜欢用太高科技的东西来去规划的事情，我觉得那样子反而会把很多的想法局限在那个高科技它所设定的限制上。所以好吧，我这个可能比较传统一些。 OK， 好，我们谢谢 Leo。 那关于黑色幽默的话，是大家常见的话，像比如说在一些周刊上面啊，会有看到一个黑白的那个漫画，我说举例啊，类似哦，不是百分之百完全那样，或者是像最近很红一开始出来的一个鹿茸照，类似，但不见得都完全哪个方向。对，然后大家可以如果对黑色幽默有兴趣，或许可以跟 Leo 这边做个交流跟讨论。好，下一位是大雄，小叮当有来吗？小叮当没有来，还没有。大雄还在时光机那边。那我们再看下一位，建成。我们掌声欢迎建成。各位好，那个我叫建成哦，那个我的行业很特别，是从十五岁毕业就喜欢车子，然后一直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做了24年，然后自己从25岁就当老板到现在，所以我这行业已经做24年。然后兴趣是喜欢环游世界，因为传统工作在保养厂，我是自己当老板的话，时间真的很难调出时间，可是我很喜欢去玩。所以我想说，如果能够在年轻时候，然后多从事几年之后，然后让自己能够有时间去待下去，我觉得应该会非常的棒。然后最主要是那个，现在工作都是越忙之后是越年轻，然后等到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轻松。然后第三就是那个想，就是我想用一些比较科技方式来做修车方式，因为很多传统方式就是用一对一，可能就是传统你去保养厂问师傅，他可能不会跟你讲那么多，他只会
可以付钱，然后跟写单子出来的。可是我跟客户会做比较深入的探讨，比如说可能你的问题，我可以做客制化的服务跟客制化的方式，然后用维修方式，用 LINE 去现场跟客人拍照一个实际维修过程跟价格。所以我觉得我的方式会跟那个跟思轩讲的一样，就是我会把一件年轻 idea 加在我的创业工作里面，让创业工作不再是创业工作，可以让很有 idea 很先进。其实他们有很多年前很棒，只是说我觉得把我们自己的想法把它创新之后，让自己能够跟别人有所不同化，这是我的做自己。谢谢。好，来看下一位，正义。哦，好，没来。好，我们看下一位，瑞月。玄。哦，玄月，不好意思啊。好，我们掌声欢迎。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洪玄月，然后很容易念错啊，所以没关系。然后我是高中大学金融管理系的学生，然后但是呢，其实我有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啊，我的那个兴趣跟我的那个专长并不在金融管理，其实我是喜欢设计的，我有做过一些相关商业设计啊，或者是商业摄影的一些工作这样子。像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担任过我朋友那个独立乐团的设计师啊，或者是一些做一些简单的行销，像经营粉专啊，或者是出版一些那个专辑这样子。然后我来讲一下我这三个字：心理遇上的新生命。这个是什么呢？其实我刚看到之后，我自己傻眼。为什么我想写这种东西？然后想说，可能是一种我想要开创比较不一样的领域吧，就类似比较像是创业的感觉。就是想说，既然像那个什么修理东西啊，或者是制造东西业，他们都已经有各自的一些很强大的雇佣巧手在，那我该怎么去赢过他们呢？我不能比他们更，就没办法比他们更厉害。所以我想到的方法就是。怎么去把它们结合起来，变成一种新领域，而我在这种领域中可以获胜。然后再来是一个联盟，就是跟刚刚前面有点相关。我要如何创造个新领域呢？那就是我要做出一个让大家各种各行各业可以想联合在一起的一种联盟，这样子。一种联盟就类似策略联盟的感觉，让他们可以去依照一个特定目标专案化的管理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接下来我是喜欢用便利贴，但便利贴就是我会准备一面墙。上面贴满各种那个便利贴，上面贴满我的各种计划，然后之中用红线拉起来，都做成一种类似心智图的感觉，那我可以去联想各种事情。然后这次剩十四秒，就不讲我其他计划了。好，谢谢。好，我们谢谢雪月。那刚才讲到说他有经营粉专的经验了啊。那讲到粉丝专业，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说，粉丝专业不都上面贴我的发照片吗？那其实我自己已经有一小段时间有经营过粉丝专业，发现这个事情还蛮专业的。因为你除了要去看一下这个粉丝专业的数据啊，那又不能被数据迷失，那你有想办法要拉动就是粉丝专业上的粉丝可以跟你互动，其实它有还蛮多的，就是应该说 know how 在里头。所以如果说对粉丝专业有兴趣想踏入的，或许可以问问学院他这段的经历过程这样子。好，下一位燕玲，大家掌声欢迎她。大家好，我叫王燕玲，然后这是我的笔名，对，好。然后我第一个要讲的是，多才多姿的替代，因为我在上个月刚好入伍，然后现在在台南市政府当替代役这样子。那的话，说实在的，在市政府。工作就是公务员，那的话就是做着公务员的事情，公务员怎么懒惰，我就是跟着怎么懒惰，然后他们怎么打，那打不摸鱼，我就可以跟着打不摸鱼，对，所以说实在的，我想要在我替代役这一年内看跟做做一些变化，或者说一些改变，像我就跟我科长都在讨论说，要不要做一个我们科里的一些。管理系统，因为我自己是读资工的，所以我就想说改变我们科里的一些目前的现况，那的话去改变。对，那的话第二个就是威风凛凛的一辈子，那的话凛就是我燕凛的凛。对，那的话就是我目前也在创业，那的话也在积极的去各种领域以及各种人脉之间去做转换。对，所以在替代生活中，我也会想要做。参入更多类似这样的工作以及这样的机会，那的话看能不能在这未来的人生有不一样。
那的话，我使用的一些小工具是小本子，还有 Evernote。小本子是就是一个小小的，就像是我随身携带一本这样子，这么小。这么小的原因是在于它好携带。那的话，你跟任何人讲到任何话，或者是听到任何重要的关键字，甚至说你突然停个红绿灯，然后突然说，哎，对，有一个关键字写下来。然后写下来之后要怎么整理呢？就用 Evernote， 它可以用影音，可以用图片，可以用文字，所以是一个很方便的线上。那话可以跨平台，所以它也蛮不错的。那话最后你就可以从很多关键字中去串联，那话变成你未来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机会或者是一些能力这样子。谢谢大家。那叶他刚才有提到他在创业嘛，其实他就是在做那个桌游的部分，所以如果你们对桌游啊有兴趣啊，都可以来跟他交流。下一位司徒杰慧，啊，掌声欢迎他。请问你跟司徒达人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大家好，我是司徒杰慧，然后我是高雄医学大学，就是职能治疗系双主修心理师的学生。然后为什么会做方糖是怀大志？哎，因为就是虽然我念医学大学，可是就是我会尝试的不同方向，像之前就有参加过就是模拟联合国，或者是说我都会去参加一些商管方面的一个应对。然后之前也有就是到企业实习过，就是一个手机 APP 公司实习。然后之前有在 Uniqlo 打过工，所以都会就是欢迎光临这样。对，就是还蛮多方尝试，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趁年轻，不要就是给自己设限。对，那就是第二个就是我的梦想，就是因为就是在尝试那么多东西之后，因为我之前有去过那个印度当国际志工，就当国际志工，然后就是会觉得说，就是能够当任完志工之后，然后再去印度去旅游，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就是会很想要，就是继续踏着那个步伐，然后继续去就是走遍全世界。所以就刚刚好像听到很多人都有想要，就是一个旅游的梦想，然后是还蛮想要，就是可以结伴的。然后第三个是我的那个跨年日子，其实我觉得它真的超必备，因为我必须就是在课很满的状况下，因为我们医学大学的课本来就很满，所以就是你要课很满，然后你要担任过社长，还有就是带团去印度。然后就是，所以你必须 schedule 到很紧，所以我就是跨年日子必须就要把就是所有的时间就是都写下来，然后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然后都就是一定要规划下来，然后才可以就是完成就是所有的计划。好，谢谢大家。好，谢谢杰慧。刚刚杰慧有在会前时候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他接下来准备要毕业了，然后在找工作上面呢会有一些焦虑啊。在场朋友有一些已经都出社会了嘛。然后希望说，哎，这部分可以指点一下我们杰慧，哎，怎么面对求职上的一个焦虑，或者是哎怎么样规划我未来职涯上的一些进度，然后都欢迎就是跟他交流。接下来是赵子博，哎，好，掌声欢迎他。大家好，我叫赵子博，那你可以叫我小胖。大家看身材知道吗？就是小胖。OK， 那我外表又看起来其实是很开朗的人，但是其实因为我在高中以前我是不太能够这样子去跟别人去互动的，我是一个比较宅男型的人。那事实上上了大学后，我参加了国际志工，去台北斯里兰卡担任过教学服务志工，那也有待过社团，所以才慢慢的训练自己，逼自己上台，逼自己去跟大家 social。那看一下，对，就是因为我去过台北后，我开始爱上旅游。我喜欢每次旅游都是一次我找到回家的旅游，就是每次我走出去时，我就会发现说，哇，家真的好棒，家好温暖。如果每天可以躺在那个床上面滚来滚去，多舒服。对，所以就是我会喜欢去旅游，就是因为我想找到回家的路。那但是我喜欢旅游，喜欢旅游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可以用我的身体去感受这个地方的历史是什么，这个地方它曾经发生过什么内战啊，像斯里兰卡有打过内战，我看着那个墙壁上面还有弹孔，我都会开始幻想说，当年在这边是怎么样的国共内战的那种画面。那我
因为我现在执行的是一个贝壳大使的活动，我待会会用十分钟的时候跟大家介绍。那所以我最近常比较使用都是 Word、Excel， 还有 PPT 去跟业主提案啊，或是做表格给我的业主。那因为我是读理工的机械，所以我会有很多那个白色废纸，那我都会拿那个废纸出来那边画我的 idea， 然后画完后再把它弄成电脑档。那时间差不多，我先在这边谢谢大家。那小黄刚才有讲到说，他自己是个宅男，比较内向的人哦。那其实我曾经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那我想要就是鼓励一下，其实内向的人呢、啊，心中都潜藏着一个巨人，所以他们其实都很有力量的。然后不管你是外向或内向，都不要忽视自己这样子。好，欢迎下一位宇翔。宇翔好像洗手有点兴趣。好，那再下一位耀智。好，我们掌声欢迎耀智。大家好，那我叫李耀飞，然后我刚刚的关键字只要一两个字，说中文写的很多。然后第一个字是我的名字，然后代表的智慧，然后力量那些。但是，然后第二个的话是问我的未来的梦想是什么。然后我自己就是大学嘛，然后我自己还不确定我自己的目标，但是我已经读了这个科系，然后但是我现在就是还。因为我实习过后，我觉得不适合我现在读的科系，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未来的目标是要找到我的梦想是在哪里。然后我计算的方式是用年历，然后年历的话是我希望是在我还没开始这个月的时候，我希望可以把一些事情都是一些活动安排进去，然后把这个月给尽量充实。对，还我麦克风。好，我们谢谢耀智。那我们宇翔回来了。啊，真的还是我。掌声欢迎宇翔。啊。我是我拿着电脑会没有安全感，他就跟那个陈伟杰认识一大把兄弟。大家好，我叫宇翔，我叫我弟哦。然后第一个是蛋糕，为什么要抢蛋糕呢？因为刚好最近我去排队买了一个很有知名的蛋糕，我还。然后有个很有趣的那个新闻，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喜欢。妈的哟！排队的买蛋糕的时候呢，就不小心上了电视，然后呢又顺便不小心又下了行政院，真是很不好意思。在此跟全国的观众朋友跟大家说声非常抱歉，因为这次在这次的新闻中，我撒了两个谎。第一个，我是从台北过去的，我是从高雄过去的。第二个，我不是买香槟蛋糕，我买了蔓越莓。所以两段两句话中，我撒两个谎，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好意思。然后。第二个所谓往就是所谓往事其实是一直来自己的一个概念，就是施正荣先生他讲过一句话说，就是他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向，画出一个领域之后呢，在那个领域中我们要有一个执行做，要做到世界第一。那我现在就是在想要在自己目前走的领域中，希望能够在这领域能够成为说，就是讲到这个地方时就会想到我那个这第三个就是我规划我的行程的时候用的都是月历，还蛮方便的。然后。对，那个红色伞让我非常非常的焦虑。然后啊，对我现在我很多家长今天有带一些小礼物给大家，谢谢。我们是有理想哈，虽然他每次都来我们焦点，但是坦白说，我每次都听不懂他讲什么。啊，没关系，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然后就是试一下跟他交流的话，发现你会听得比较懂他说的是什么这样子。好，那我们看下一位。这应该是叫冠霖吗？对，好，我们掌声欢迎冠霖。在这种话之前，刚刚讲一下刚刚那个屏东的蛋糕，就是因为大家都抢屏东的蛋糕，害我屏东人都买不到屏东的蛋糕。其实他本来就生意很好了，然后现在都买不到。好，然后呢，我叫叶冠霖，可以叫我卷卷。
然后我读，就我现在读屏东教育大学，然后新埔系，所以新埔系跟心理系有些微的不同，然后就是諮商，就是现在就是我们走的是諮商的领域，然后所以未来可能也会从事就是心理諮商的方面相关的东西。可是读心理系不代表我就会算命，就是大家都会说，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之类的，就是大家很喜欢听到我们读这个系，就很喜欢问我这个问题。对，然后就是梦想的部分是，我觉得我希望可以踏出舒适圈，就是像我是台北人，然后可是我去屏东读书，然后可能我未来也会想要去其他地方，就是我觉得。踏出舒适圈可以让我们更认识自己，然后更找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对，然后我是一个记忆力非常差的人，所以呢，我完全靠记事本过日子，就是只要记事本上面没有写的，我一定会忘记。然后我讲完的话，我讲完等一下3分钟之后我就忘记了。我是一个记忆力非常差的人，然后对，所以每次在諮商室演练的时候，都会忘记个案到底说了什么。对，就是。就是大家如果有提升记忆力的好方法，可以赶快告诉我，我就会马上记得。好，就这样，谢谢大家。好，谢谢冠伟。好，那我们接下来欢迎下一位 Roger。是的。好，掌声欢迎 Roger。
我自己 今年的经历，我等一下会大概提到一下。然后在自己也是曾经可能过去两年多的时间，有自己跟自己研究所的同学一起创业。然后我是读化工相关的，主要是做材料的这个部分。那但是因为我现在我们公司就是算卖给我们的上游厂商，然后我现在在一间旅游平台是跟人家继续在一个创业成长中。然后所以我觉得创业很重要，就是你什么都要会，然后你会。你还要就是会自己要完完整整的走过一遍。然后我自己是因为今年的一些过程，像在这张照片是去年八月的时候去柬埔寨做国际志工，然后我觉得分享这件事情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一直来参加焦点也是因为这样子。好，所以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很多的交流，谢谢。好，谢谢。那刚才有说，他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第三个关键字啊，都是跟作品集有关嘛？因为其实 Leo 他在台北也有参加台北焦点的活动，那焦点本身三个关键字是没有设定主题的，而是说我们高雄就是有第一个季主题，刚好这一季就是谈论跟规划有关，然后可能规划会用到什么样工具才会有第三个关键字，但是没有关系，录一点下上来分享。跟就是我们季主题没关系的，我们也不会就是说不让你讲，基本上是都是开放的这样子。好，然后下一位敏仲，我们掌声欢迎他。大家晚安，我叫敏仲，然后我目前是刚退伍不久，就大学毕业，我是读生物科技的，然后我现在的工作跟生物科技有点不太有相干，因为我现在是做温室蔬菜的栽培，然后主要是目前是策划行销还有业务，对，然后那是我家在就是之前就有在做，然后我是想做转型，然后我这三个关键字有一点就是天马行空，因为我打这个时候是刚从台北玩回来，然后就是在 Pad 上面打，所以有点就是天马行空的感觉，然后我是觉得年轻人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是要勇敢尝试，然后不要去让自己后悔，所以我第一个关键词是打后悔，然后至于梦想，我是觉得我要就是刚刚有一个分享到是要找到一个真爱，然后跟我亲爱的人去过就是我之后人生这样，对，然后规划的工具，其实我规划的工具都是用笔记本然后便条纸，然后我想到之后，我就把它画成用A4 的纸，然后贴在我的书桌前面，然后我可以时时刻刻去看到我自己设定的梦想目标，然后甚至说我的预计达成日期，我也会压在上面，然后让自己可以想到说，例如说今年的六月我要干什么，然后或是要达成什么东西，我可以时时刻刻去激励自己，还有鞭策自己这样。然后我自己我有一个蛮骄傲的特质，就是我还蛮正向去思考的。然后那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看到莎士比亚他有一句名言叫做面向阳光你就看不到阴影，然后这句话一直鼓励我，就是会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会去正向思考，然后就是勇敢大步向前。以上，谢谢大家。谢谢。那接下来下一位善恩。善恩有在那边吗？好，没有，看好换下一个故意。好，那下一位西，为什么叫我有在吗？啊，我们欢迎，掌声欢迎西。Hello， 大家好，我的第一个关键字是空白，因为我觉得有点差塞，我没有准备。然后我。好了，我想我介绍一下，就第一个关键字嗨，好不好？大家嗨，好多人今天都是第一次来的，怎么样？学你不可以吗？然后第二个关键字，我觉得同性质 in off 就是关闭。以前太常参加活动是跟自己同性质的，但是我觉得今天会来参加焦点，就是想要关闭掉那个同性质，我想要接触不同的朋友。即便今天我不一定可以，就是聊到很多每一个人都可以交流到，但就是我可以参加一个不同性质的交叉。然后第三个关键是，就让我下台吧，拜拜。好，那西
因为本身他对行销企划领域就是蛮熟悉的，所以如果说你对行销企划这部分啊有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跟他做交流这样子。然后再来是尹轩，大家掌声欢迎。好，大家好，我叫尹轩，这是我去年的样子，长头发，然后比较胖，脸比较圆。但是我现在，好，我第一个关键就会讲我现在，我现在剪了短头发，因为就是受了一些挫折啊，没有啦，骗大家，纯粹是因为就是觉得很热。好，然后就是我现在念高雄医学大学牙医系5年级，然后今天很高兴看到有我们学校的学妹，但是我们学校下礼拜考期中考，所以跟学妹说一起加油，希望我们都可以期中欧巴，这是我的梦想。然后第三关是常用的那个规划工具嘛，那我自己都是用 Google 日历。其实我以前我是用那个，因为我是手机是 Sony， 然后它就有内建日历，可能就是它没有办法上网，没有办法就是云端同步，所以后来我会改用 Google 日历。那大概就是这样啊。我念牙医系，所以有牙齿或是什么牙医要去哪里矫正，像七号之前都问我要去哪里矫正比较好之类，可以来问。谢谢大家。换我对不对？没有，其实不是换我。刚才有上台讲过了，举下手。然后，所以有几个没有举手的朋友啊，就我会依序让你们上来，一样做2分钟的一个自我介绍，然后你就随便讲3个关键字都没有关系。那希望你一定要上来，为什么呢？因为曾经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因为没讲了2分钟自我介绍，结果我们会中交流的时候，就被大家遗忘，没有人要跟他交流，就还蛮可怜的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就先欢迎他先上来跟大家讲一下好了。我欢迎正义。跟我的有点远吗？有啊。那要不要叫他走？帮你叫。抱歉，那个刚刚迟到了。第一个是我吧，然后就是怎么讲，我热爱大自然这样子。然后你看这个。照片也是捧着太阳花这样子，对。然后，第二个是梦想，就是我一直在太阳能的产业工作，然后现在也算是在那个太阳能的系统上当兼职业务，就是说如果家里有想装太阳能板或者是公司厂房那种，我们就是做那种工作这样子。然后呢？然后现在又有一种模式叫做出租模式，就是你不用付半毛钱，然后屋顶租给别人装太阳板，也有这种模式。不过今天不是想讲这个，今天想要讲的是，先讲第三个关键字，就是我也是用那个 Google 日历这样子，就是那个规划。其实我有 Evernote 这样，我比较常用这个，所以我的重点就写这个。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怎么用，所以就不用讲太多。那剩下的时间呢？我想要讲的是太阳花，没有啊，就最近的那个事情就沸沸扬扬这样子。然后我以前参加的社团就也有点社运气，所以就是以前也有参加过热身的学运啊什么的什么。我就是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追求梦想，追求自己，就是让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但是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提升竞争力，或者有些人他被淘汰，那到底要怎么办？就是。所以我就觉得他们那些关心的其实是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话，我以后要从政或干嘛，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支持他的地方，他是为了整个台湾在着想这样子。然后就时间到了，拜拜。好，谢谢正义。然后要讲到社会运动，然后我想讲一下关于社会运动啊，我觉得不管大家支持或不支持啦，他毕竟也是为了这社会在努力，所以我希望大家多一点包容跟多一点理解，然后再去做评论这样子。好，然后刚才还有没有举手的？那我们先看，欢迎这个世界，掌声欢迎他。大家好，我叫吴世杰，叫我阿杰就好。然后想第一个关键字我要说。像刚刚小芳说，出走是为了找机会这样子。因为我之前我当完兵嘛，那时候毅然决
我想要去印度，然后之前也有接触一个那个公益团体的组织，然后他推荐我去印度去单位当实习生，所以我想在那边遇到很多人，然后想很多事情，然后我想以后人生想说，那我回来了，我要回来面对他，对，出走是为了找寻未来的路。再来第二个关键字，我想要讲，因为我想要，因为认识很多人，然后也想要到处找找，所以第二个关键字应该是也是环游的世界，尤其是在我认识这么多蛮多中东人，埃及、肯尼亚、南苏丹、西藏，也有一些西方的人，让我更想去看看他们这样子。我想那第三个常用的应该就是也是 Google 日历，然后跟一些笔记本这样子。很痛久，那我想讲，我们本身是机械所毕业，然后我觉得也是我出去，然后有一年半，我觉得生疏，但是我也是保持着正向的态度，然后相信说对人生硕士，然后路是自己走出来。那谢谢大家。然后师姐是原从屏东上来的，就是风尘仆仆这样，然后是欢迎大家，就是怎样可以热烈跟他交流这样。然后接下来师姐旁边那位高高的男生，好，我们这样，我忘记了三个是谁。你是哪一位？大伟吗？就是刚那边有设计。大雄。不好意思，我刚刚迟到。我是高雄的，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这张照片。啊，可能是跟 FB 连接。那我的本名叫许哲伟，那为什么要叫大雄？是因为很奇怪，人家叫我名字都会叫成许哲秀，所以我就直接就叫许大雄。那这张照片是因为前阵子刚去纽约，然后也碰巧我遇到张君丽，然后就跟他拍照，不好意思。那至于，这三个关键是，其实是当时在报名的时候，我也不大清楚要填什么，因为第一次参加这种叫跟人群接触的工作，跟人群接触的活动，因为毕竟本身我是在，我是在国税局工作，我刚毕业，然后所以会不想要自己工作就这么局限自己，想要多认识一些人，所以来参加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活动是被介绍，所以我们算是在摸索，所以。如果有讲的话，邀请大家多帮忙。那至于会计师的部分，是我自己的梦想，我很想要拿国税局的经历当跳板，然后之后可以出去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那至于最后一个，我们的这次的活动的主题是规划是用什么工具？不是用大脑，就是有时候想事情不知道是用脑的结构大脑，会不会有什么笔记抄？那至于。真正需要规划东西的话，应该就是出去玩吧。要出去玩，我就会比较使用 Evernote 的那个工具。那开心的就是大家听到大家的分享，谢谢。我们是大雄，然后那我们欢迎大雄后面那位朋友，就是大家掌声欢迎他一下。大家好，我是黄群。那可能大家都有见过，因为我是第四代成员。对，那我之前是因为有去过一个活动，然后到黄金峰的那个，对，然后去听过他的演讲，我觉得他的演讲给我的感觉很好，然后我就想要回来，所以这里产生了一些盼望。对，我觉得我人生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盼望吧。对，当我一件事情有盼望的时候，我的眼神会非常的专注，会非常想要去看这些东西。所以我今天会想回来，就算我会迟到，我会想回来。对，其实我这个人。说实在，我也蛮懒的。如果当我找到我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会非常专注来这件事情。最好证明的是我今天来这里，谢谢大家。对，然后，第二点是，我想要找到一个可以一起学习的对象。对，但是第二点是想要学习的对象。我看到这边很多不同的人，于是我去社团，也有去过很多社团，然后去看那些人做什么，然后。其实也没有想到可以跟那么多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对，我最希望就是跟大家一起互相学习，然后借由一些讲话的方式，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学到我最大最想要的结果。对，配合我第一点那个盼望的感觉。对，所以就是把大家带到这样来学习。那
第三点是我基本上要学会，对啊，这个年我看我其实不太会规划的东西，我必须要学会去规划一些。像我刚刚听到，好像还蛮多人会规划事情，我听到还蛮觉得蛮厉害的，对，因为我现在已经大二了，对，然后我读国际企业系，说实在，我读国际企业系的原因其实就是，其实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选了大学嘛，选了大学之后第一件事情就会想到说。反正也没什么盼望，从小到大，然后台湾的教育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期望，那至少就是一个女生好了，对，我就选第一个就选国际企业系嘛，我志愿上面第一个选国际企业系，然后第二个就选企管嘛，对吧？如果下属有个女生，应该蛮开心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希望可以去学一些财管的东西，又可以认识女生，反正我觉得吧，一开始我如果不知道人生盼望在哪里的话，第一个最基本就是会想要至少我要有钱。对，然后第二个想到至少可以认识一些人，我基本上选系都是这样选的，而且然后想要认识一些朋友，对，然后还蛮感谢大家可以在这边听我讲，因为我这个人没什么太大的特色，谢谢。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欢迎这个不是贝尔是，好，我们掌声欢迎贝尔。叫熊阿姨，所以就叫我贝尔就好。一方面我也还蛮相信的。然后第一个，我觉得我的关键字是矛盾吧。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人，就是我一方面很内向又很宅，然后又喜欢看影片，可是我又很喜欢跑出去、冲出去、到处玩，就然后就很喜欢想要自己独立，所以就会想说，我觉得像我现在做传人，我做传人，但是就故意跑到高雄来念，我想说那你家里多人就多人。结果来到这就觉得好累哦。然后第二个的话，应该说我想要梦想是一点一滴的去看这个世界，就是不管是在台湾好还是世界好，就想要每个地方都去看一看、走一走、逛一逛去了解。第三就是最近学校前阵子学校有出一种笔记本，超级可爱的，然后也很好用，是三种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什么有你可以自己有七种，对不对？有七种，然后你可以挑三种，然后就超好用。好，我们谢谢佩尔。然后后面那位先生也是。哦，好，没关系。好，那绘画的部分呢，就是等一下可以教我，然后还没有教完，那换我。好，我是七号，然后今天的主持人。那第一个关键是跟我有关系。我写价值销售原因是因为我本身在一人银行工作，所以如果你对工作上有任何疑问，可以来问。那我的工作呢，其实就是贩售我们的征才广告。那其实征才广告这东西，就是你只要牵扯到贩售啦，那就牵扯到你怎么定义价值。那这部分呢，我自己从进入一人银行到现在已经4年多，然后升了就是自己目前当一个小主管，然后所以在这方面我开始就是钻研。关于销售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对销售有兴趣的，也欢迎来找我。然后第二个是梦想的部分，就是我最近开始写部落格。那我觉得部落格它，就是最大的影响就会变成像一个媒体一样。那我也希望说，其实自己或许自己经营部落格也可以成为一个媒体广告，所以就是目前在朝这个方向就是尝试迈进。然后第三个是我使用的那个规划软体，就是 Evernote。那 Evernote 就是，其实我一开始装的时候，我就什么事情都把它记进去，就发现我什么事情都记进去之后，发现都用不到，因为我也忘记我记了什么，然后反而就是还要就是再去搜寻，可是我也忘记我曾经记过什么。后来我就买了 Evernote 里面的书，然后发现哦，其实我一开始都用错了。所以如果你们有使用 Evernote， 但你觉得怎么用起来都不好用的，可以跟我交流，可以跟你讲怎么样才是正确使用 Evernote 的方法这样子。